多家国有大行将秋招计划较往年提前，且积极扩招。五大行今年计划招聘总数预计超过六万人。十月十四号，刚参加完宇宙行笔试的阿宇向界面新闻记者感慨道：“太难了，两小时内怎么可能做得完？简直是最强大脑选拔赛。” 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笔试登上微博热搜之后，工行笔试不出所料地登上了微博热搜，吸引超过了一千七百万的阅读量。有考生吐槽道：“为啥我报的金融科技岗，软件开发方向还要会用开普勒定律来算行星位置，还要会用各种经济模型分析微软公司垄断案例，还要懂经济法和货币银行学，还要熟读历史典故，会鉴赏古诗词？” 还要看懂机械齿轮图。据了解，报考工商银行客户经理、客服经理、服务代表三个岗位的考生，要在八十分钟内完成八十道题，包含了语言理解、数位运算、逻辑推理、思维策略、资料分析、银行行业基础、时事政治和法律八个部分。此前，中国银行的笔试需要考生在四十分钟内完成英语三十道选择题和五篇长阅读。 还有限时四十分钟的六十道综合类考题，涵盖了三层矩阵、天体运动、粒子静态能源公式、洛朗级数展示等考题。农行笔试一百五十分钟，除了数学和英语、金融经济等知识，还考了仰韶文化、伽利略卫星等内容。尽管岗位数量在增加，银行业的人才竞争激烈程度并没有减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各路神仙打架的形容一点儿不夸张。 现代电视记者周艳芬整理报道。